洪大哥，阿英啊，其他的贵宾也够媒体拢好未到，无你先食只点心，饮只饮料啊，凊彩坐啦。你捌看过《金刚大战哥吉拉》无？嗯。伊个穿白色个啊，伊就是哥吉拉。啊，另外迄个内面穿黑色个迄个，跟那个带，迄就是金刚。下面两个要顶高机啊，到阵就响咚咚咚，都得动啊。无啊，我看王特助甲我大兄讲甲真欢喜呢。昨昏监视器个画面，迄个清清楚楚，是林子倩。甲阮先妹带走的，我看这一定是陈文瑶租宿的。你是讲陈文瑶租宿林子倩甲人带走？嗯。陈文瑶无需要做这种代志嘛。啊，那安尼林子倩甲先妹带走的目的是啥物呢？林子倩并无甲大嫂带走，甲嫂会带走的人是哥。你哪会这么才回来啊？文章哦，烦恼你烦恼几安呢？嘿啊，你叫我去外口顾的，莫派人入来。啊，我著看到伊只拿头好像在飞来飞去，我著关伫变数啊。啊，翻头去找你，就无找到你啊。我嘛叫人四界第一找你，啊，惊你是毋是去哦？等家的人掠去，啊，甚至会发生不幸。你是拄则才脱身的是？好啦，我真平安，无人把我掠走，叫您放心。真的，平安回来就好，大家拢真烦恼你。你别个讲白贼，哥，你是安怎对林子倩下这种毒手？真的，什么毒手啦？你讲这有啥意思？林子倩伊身躯的病毒是咱实验室内底做研究用，那是为着要研发万用医疗。这种病毒后尾拢找我，而且不是凊彩啥物人拢摕着，除了我，就是你。咱俩，我来感觉是不是回到另一个派去啊？我来感觉足奇怪。不会啊，恁去结束时啊，啊，凉啊凉啊凉！你莫讲去别位去哦，俊乃会讲你提早病毒，伊绝对袂有啦。你提病毒去对付林子倩是要创啥？我无啊，我哪会想提病毒去害林子倩？目的个是，对啦，目的个是陈忠信偷摕去的。我则无咧。哦，你讲袂赢人就乌白不拉人，你袂见笑。陈忠信一直跟我做伙，而且子倩来的时阵已经中毒啊，所以无可能是母的。俊男，你莫听人乌白跟你搬话好无？我就是唔敢相信别人讲的，所以我来这是要听你亲嘴老实跟我讲。咱兄弟情这么深，这么好，我真正无想要看到你变作众人攻击的对象，所以你起码甲事实真相跟我讲。我才有机会替你讲话啊！唔通哦，安那无你叫拖落水哦。我看到林子倩啊，还佮少华因大嫂哦，叫伊塞咧山坎嘛。看到伊两个安尼稀里哗啦呢，滚下去呢。你哪会知啊？因为当阵我有看到啊。你有看到，怎敢唔讲？我袂当讲，我若讲哦，伊老阿公哦，伊嘛会甲我做伙扯落去，你知无？我已经做过一遍小老鼠啊，练过一遍啊咧，不过练第二遍要怎啊？我练一遍变作天才，啊练第二遍我嘛变作超人哦。您看，这陈忠信就是规工咧练笑话啊，那少华这空的这心呢？这么闲话，你大家少华赶快白痴哦，嘛相信陈忠信的话？你都想讲你兄弟啥物？是的，啊，我陈忠信气着，害你阿甲俊男拢怀疑我，所以我才讲唔着话。你若阁讲少怀是白痴，我
就对你无客气了。阿姨，我就应该回信你啊！恁千万唔通听陈忠信咧乌白讲啦。好，我即摆就抓。第一，我绝对无对林子健下毒。第二，我绝对无害死仙梅。假使我有做任何一项，就叫我活袂过今日。强壮啊，那就咧纠缠家己啦。人讲啊，好的袂啉，歹的灵呢，你安尼乌白纠缠，天公伯那是动真，都麻烦啊呢。别搞骗啊！我甲我阿妈，还有张博士拢作为干部报告，张博士卖去死你啦！哦，所以张博士是这老阿婆的后生，是江超越爸爸。恁之前拢甲我讲，迄个陈文瑶是我的后生，啊，江超越你又果是陈文瑶的未婚妻，安尼，张博士，啊，所以算起来是亲家呢，哇，亲家讲。陈忠信啊，去边啊耍啊，莫在遮乱啦！看到你这老查甫，我就倒大，请走。江凯勇，叶湘水，你无极生计，把阮客户后生的大体偷摕走，搁把伊变作是张博士，你敢知影？这就等于是哦，所用。非法的器官同款啦，无经过人的同意就偷摕走，而且偷摕不是器官，是几个人，恁敢袂想超过啊？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用啊？死来对台鹰团，伊遐尔少年个性，都已经真悲哀啊！你还搁伫遐利用伊？你叫我一个做老母的人，我要哪法度接受呢？阿辉弟，阿江英团当初嘛是死啊，啊是阮让伊活起来呢，你应该感觉怀疑才对啊。你是讲的什么笑话？我真我是你后生头壳给拍开，我做是别人，你还怀疑会客气？那是死的后生有机会搁活起来，我管他变成什么款的人呢？我一定会怀疑甲跳起来。你无怀疑哦，就是代表讲哦，你无真爱你这个后生啦。讲的较简单，你根本你都无去体会到，你搁只讲拍两话，你竟然敢跑啊！我拍你先出，敢跑啊！好心，我找我，你叫我好心害我，你敢跑啊！害我，哎，慢跑啊，慢跑！我哪有体会？我的心肝就叫要救起来，你知影无？那不是哦，哎，干！这死老太婆，是你人在福中不知福呢。我的忠志嘛是去让人变成别人啊，我嘛是赶快欢欢喜喜接受啊。那不是江道生在遐动，我就当场哦，和你鸡嘴变鸭嘴。连查囡拢有听到啊吼！这查囡讲的话，敢是人讲的话？你讲我无听我后生音传，敢讲伊今日死啊？人个心里糟蹋心。我看无应该偷的血偷偷，你不要吃人就够，你先吃吃人够够。老夫人，这些代志哦，跟阮阿姨哦，真正无关系啦。嘛是最近才知影，我是江英团的身体，强克用的头壳。是啊，迄拢是凯勇一个人做的啦。你若是无欢喜啊，啊无安尼啦，我甲江英团的晶片哦。甲慢起来啦！啊，我甲江英团的大体行李，啊，恁摕倒去烧，安尼会用的无？你先做讲，你有啥物资格？要叫阮英团活就活，要叫阮英团死就死，你是人还是精神？
这小杂毛，你反驳，炸啦！好阿妈，卖受怕，卖给我阿妈。我要创啥？我就是来讨公道的啦。演团的大体是恁的当爸母的，讲什么卖金片？你俩准是来卖嘴气？好啊，我今嘛就给你嘴气卖，看你会听的。哎，梅英。我知道你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，不过我拜托你，咱袂当卖为难我阿姨。伊真正毋是住宿者，伊是后来才知影的。你这个人到底是安怎？拢伫要找我的麻烦？我甲你讲过偌济摆啊，这拢是伊大主大义在做的。你是安怎拢要这样对我？想叫你爸爸搁爱演呐？搞什么卖金片？是你家己偷拍的，要怪啥？江凯勇，你是哪要利用阮影团的身躯，又搁要来这来糟蹋伊嘞？哈！你捌想过未？天下间这么侪人通用，是安怎？我偏偏啊跟江影团。我就是这么来问你，你讲，你是哪要用我好心影团的身躯？去问你江中人啊，唔对，是江道生。伊才是一切罪魁祸首。我阿公到底什么所在？对不起你，你是安怎变的保安吧？当当年，江道生为着要利用阮江家买泰国势力，除掉一些眼中钉，伊就造反，害我得到王宝生肝炎。我伫要死的时阵，伊就走来讲只要。阮替伊办代志，又当做法，把我救回来。后来，我真正好起来。啊，不过，代志办煞，麻烦你得去用刀。阮有问泰国巫师，伊讲，这根本都唔是救命，是活命。江道生用阮二弟客用的命换我一命，害阮更加失去是江湖前途上优秀的亲人。阮江家才是上无辜的受害者呢，我嘛不是无缘无故去针对江家，啊，只是大家拢有恩怨，迄嘛是不得已的。啊！你安尼怪阮，敢袂伤过无公平？原来原来阿公，佮做过一款代志。阮阮上部好死了，老夫人，敢袂当这一切就到这为止？莫佮怪阮哥，恁失去一个后生，伊嘛失去一个小弟，是嘛？我用两个人的身份活落去，这个恩怨，敢会当对江道生的倒落去，到这为止。我是会当安怎做？你的管理，英团，你干嘛讲？你干嘛？我到底安怎才做得到？你教我好不？